中国我所采取方，我不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我不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正义与邪恶只具有相对的意义，并且由赢家盖定。我不相信一个全蓝白与黑的世界，黑夜的坚冰把白昼占领，白昼的光芒驱散一切阴云，通常黑白相间交替。我不相信英雄终将打败暴徒，坏人永远当道，好人总是受气。好与坏并非一目了然，胜与魔总是皮肉相依，无法剥离开去。我不相信人人餐风一楼的合作，一生平行高洁，一世独立。反攻之问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正义与善良缺居？平衡善恶制约一切的不是人的英勇顽劣，而是现实利益与蕴藏我们头脑内心里对死亡的逃避恐惧，还有山崩海啸自然的威力。它似乎仅仅关心整个物种，而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在乎。一切灾难危机都会斗远过去，战争、瘟疫、饥荒，不过多死些人。虽说这不是为了再平衡做出的必要牺牲，哪怕我寻中偷取告辞之语，我也不能想象永别之楼，地球还将运转下去以亿万万年计，直到找到新的栖息家园。在浩瀚的天穹星空，人类也许是多星球的物种，不要为现实的堕落纷争过分忧伤悲观。让我们为我们的鱼群，也为我们的智慧，为永世的和平与子孙后代祈福吧。那些权上居位的家伙们应该明白，他们的所谓与称雄一时的帝国梦，只配笑谈走走，并未摆脱野兽的行径。